让我说呀，那行，那我就斗胆说两句啊。就我觉得吧，既然大家想乐乐呵呵的在一起，那就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呗，是吧？有唱有跳，唱歌跳舞，是不是？再弄个街舞小品啥的，这样多好呀！当然了，能唱评剧的，咱就唱两段，这不挺好的吗？干嘛非死抱着个大戏的腿不放呢？是吧？行了，凤国都说了。 你们有啥想法都说出来吧。其实我觉得吧，这样挺好。那你看我还能给大家吹个唢呐，弹个电子琴啥的。我呀，我一人我就能演个小品，《麦十三香》啊，《小小的陈儿啊，四四方方啊》，都看在。你消停点吧你。我唱个《青藏高原》呗。兄哥，你唱个啥？我唱个，唱个屁啊！ 46年小剧团成立以来，从来没搞过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。小剧团不唱评戏，还把它捡回来干啥？好了，排大戏，就这么定了。散会。哎，国良，那我呢，倒想问问啊，这个邵老爷子到底是个干啥的？ 哦，这事儿我忘了跟大家宣布了啊。这个邵爷爷呢，是咱们小剧团的顾问，帮着大家讲讲戏，说说戏啥的。哦，顾问就是顾得上的时候就问问，是吧？哎，对，那个还有今天这个会到底谁主持？我。那邵大助理，你看现在这会还开吗？不开了。 今天大家提出来的问题，我们回去再考虑一下。散会吧。散会。哎呀，真是再会了。哎呀，报了，马上就报了。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这回这大件得先我先挑啊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大，洪哥，你可真不讲究。哎，谁先上？谁先上？ 战士上，战士上，战士先顶上，战士先顶着。打多少关了这是？啊，152，这关太难打了。多少关是到头了？162，然后再升到200。啥叫转生啊？就是重新投胎呗。哼，你是应该重新投个胎。 对，我就投胎呗，你就是一250，我跟你没话啊。不是有话没话的，我让你收那八成牛，差多少了？哎呀，就差一点点，别着急。一点点是差多少？差7成吧。大明白。 你这是干啥呢？这是我这马上就把boss打了，你这不是白打了吗？我这呀，小姨夫，我叫你一声小姨夫啊，你不把那七车牛给我凑足了，你给我滚蛋，好不好？滚蛋！我这又滚了呗？对，又滚了。行啊，滚就滚呗，能怎么的？ 这回呢，我还不白滚了呢啊！我回到家，我就把我老丈母娘、你的姨奶奶，我就给你接来；再气我，我就领着我老丈母娘、我一块儿滚。好，你这样有能耐把你，哎，你我应该叫什么？你好好给论论啊！你把七大姑八大姨都接来，让他们评评理，让他们说说，全世界哪有一个公司随便拿2000块钱？ 公司在那玩游戏的，给我找出来，找出来是我又让你玩，好不好？这话是你说的，我说的，我要是找出来，你就让我玩呗。对对对，说完算话。对，说话。网络游戏代练公司，人家那员工还拿着高薪。好，你到底什么网络代练公司？你去拿高薪去吧啊！快去啊！开就开呗。 来，没零钱找你了，拿块口香糖。兄弟过来了。我那个酒怎么样了？哎呀妈呀！你说那么贵的酒，1000多元一瓶，你要就要2箱，人家没那么多货呀。哦，抓紧呗，嫂子。哎，兄弟啊，跟你商量商量呗。啊。
不行，你换两瓶便宜的呗，那个酒太贵了。嫂子，嗯，我跟你说，有时候贵呀，也是一种身份。身份当钱花呀。那你看看，嫂子不说别的啊，就说咱俩，嗯，我到信用社，我去贷款，我贷个百八十万没问题。 嫂子，你行吗？妈呀！还百八十万呢，我就带100块钱呢，人都不能贷给我，是不是？这不就身份吗？啊，我明白了。啊，照你这么说，身份不但是钱，而且呢，还是美元。美元不是钱呐？妈呀，我就是人民币。没有国际眼光。哎呀！哎呀呀呀呀！哎呀！ 出血没？没有。哎呀，没有，没事。哎呀，何家的爱人。是，董事长你好，孙董事长。哎，这么巧啊。啊。哎呦，你。没事。众里寻你千百度，这一不留神，相撞在小卖部里。哎，你还那么有意思啊？不是，你挺好的是吧？我挺好的。啊，你也挺好吧？哎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我还正要找你呢，有事求你帮忙。哦，那个，我听说咱们村小剧团要重新建起来了，我就想有事求你帮个忙，这不。 找没找着，在这儿撞见了。那咱们别走边了，别走边了。好啊，走。哎，夏虎，接电话。哎，还有这个。喂，你好。桂枝在吗？啊，找老姨啊，稍等。哦，一个电话。哎呀妈呀，这忙的，越忙越来事儿。哎，哪位？桂枝啊。哎呀。 老韩呐，嫂啊！哎呀妈呀，你赶紧过来吧！你家大明白快出事儿了，让一个狐狸精给缠身了。什么？就是那个徐老蔫小舅子媳妇儿，何彩凤弟媳妇儿。对对对，叫兰青，不出三天，5天，最多一个星期，大明白要是再搭理他呀，我就倒着去见你。我等着你大头朝下，你就吹吧你啊！喂，不信咱打赌。如果我输了。 我就带我们家店里最贵的粮食东西，倒是送给你，行吗？行行行，我这个赌啊，跟你打定了。说定了，嗯。谁想抠大明白兜里那点钱啊？那比从牛粪里抠金豆子还难。哎呀，这四五年都没见面了，你娘俩上哪儿去了？这是。哎呀，这说来话长了。嗯。菲菲不是考进县城中学了吗？嗯嗯。我呀就跟他一起到县里了。 这孩子呢，在学校念书，我就在他们学校食堂打工。哦，后来这孩子就考进了艺校。哦，我呢，那干的就多了。嗯，这原来不是当过幼儿园老师吗？嗯，进城之后啊，给人看过孩子，还当过护工，到医院护理老人啥的。哦，反正这些年就在市里这么混着呗。嗯，哎呀，赚钱就行呗，还挺好的。 哎呀，也挺不容易的，是吧？这两年呢，我一直让那小宋啊，逢年过节的想过去看看你们，结果没找着。去年春节我还亲自去的，也扑了个空。董事长，我知道这些年你心里一直惦记我们娘俩。 说心里话，我是真不好意思再麻烦你了。哎呀，真的，这菲菲她爸出事儿以后吧，你没少给我们钱，包括后来我们盖房子，你也给了好几万呢。怎么说呢？反正你的大恩大德，我们娘俩心里都记着。哎呀，别那么说，这个何江呢是我的员工。 他在公司里出事儿了，你说，作为我不是应该的吗？另外，我觉着吧，从公司到我个人，挺对不起你们娘俩的。哎呀，行了，咱不说这个了啊。那个，你公司办的咋样啊？挺好的。
还行，滚动的还不错，反正就是有点不省心呗。咋的呢？就刚才有个员工还把我气够呛。哎呀，这谁呀，能把董事长给气着了？他呀是个业务员，平时不务正业，老爱玩那个游戏，你说还沾点亲戚，说说不得，打打不得，小儿无奈就是。对付这种人吧，我觉着你尝试尝试给他提个职呗，给他个官当，真的让他多管点事儿，他就没有闲心去打游戏了。我给他提职啊。你呀，你想啊，这很多人都是有上进心的，没准他也有，他心里想当官，可是你不满足他，那他自然就往下出溜了，对不对？你给他个官当，让他有积极性，工作起来之后吧，他有奔头，这样的话他就没有闲心去打游戏了。哎，你别说，你说的还有点道理啊。这当老板的不能怕手底下员工当官的多，你想啊，你手底下员工全是大老板，那你是啥呀？你不就是大总裁吗？李嘉诚可就是这路子。那对呗。小来，我几年没见，我发现你长见识了。走，咱们吃鱼去，燕山湖吃鱼去。啊，不，嗯，哪有刚见面就让你破费的呀？破什么费呀？我就是想吃馋了，快走，咱边吃边唠啊。你是这次怎么跟你有一种说不完话的感觉呢？我也是呢，我看见你吧，就感觉心里特别亲近。上车。燕山湖。徐凤国先生。哎呀，徐凤国呀，你是有点意思。你当初答应我在背后不会拆我的台。男子汉大丈夫应该说到做到吧。我说我不在背后拆台，我也没说当面捧你的场子。你也应该知道，你是咱们村最具号召力的青年。那你说重建小剧团这事儿，你不支持我，不就等于是拆我的台吗？谢谢夸奖啊。今天晚上咱们再商量重建小剧团的事儿。我请了一些老演员教年轻人演戏，你带个头来一趟。我没空，家里还一大堆事儿呢，又是酿酒又喂牛的，没工夫跟你扯这些没用的。哎，那你就是认为小剧团是没有用的呗？有，但是用处不大。哎，那你每天为什么这么忙啊？为了赚钱呗。那赚钱又是为了什么呢？为了过好日子，为了提高我的生活质量。哦，那搞小剧团就不是为了提高你的生活质量，就不是为了你能更好的生活。不是，你今天怎么这么……那行吧，既然呢你想让我参加，可以，不过我有个条件。说。你不说我是个赌徒吗？我也不能让您失望呀，是吧？所以呢，你要让我参加，那咱俩赌一把。如果你赢了，我就当是命运的安排，参加你组织的活动，你看行吗？赌什么？扑克21点骰子，你随便选。能不能找一个既有技术含量又健康的活动？那台球符合标准，你会吗？试试吧。凤国，
不是，你说你一个挺大老爷们儿赢人家一个美女，哎呀，我都鄙视你了。是人家大助理自己主动来找的我赌的，是吧，美女？啊，是这样的呀。没错，三局两胜，开始吧。先别急呀。你赢了呢，我听你的，没问题。但是要你输了呢，我是不是得有点彩头啊？你说吧，你要是赢了，你想要什么？哎，春儿，啊，你看看他那脖子上戴的是不是一块玉？是。行，我就要这块玉佩。就这个不行。那就算了吧。那你先说，如果你输了呢？我根本就输不了。如果你输了，没有如果，输不了。如果你输了，我有两个条件：一，参加小剧团去学戏；二，请你家大姑参加小剧团。哼，那也算了吧。那你找我妈赌去，我做不了她的主。那我更改第二个条件，请你动员你家大姑参加小剧团。行，这个还可以。不是，那你输了呢？这个归你。好，大伙可都听好了啊！这个玉佩今天就是我徐凤国的了。那你试试看吧。哎，那你俩谁先来呀？哎呀，我不欺负弱女子，当然是村官优先了。来吧，村官。再等一下，春儿，把整个过程都给我拍下来，做个见证。咱拿人家玉佩得有根据呀，是吧？再说了，我这光荣事迹怎么能不载入历史的史册呢？就算咱传到网上去，那也是好的。来，少助理，开球。哎呀，看来是打过呀。行了，该我了。对对对对，还是你，继续。哇！人家太棒了！哎哎，云娜，闹啥呀？别给人制造打不中球的借口啊！不是。你看，闹吧，闹，叫你们闹，这影响人家了吗？没事，少助理，你可以再打一杆啊。哎呀，你看还不领情儿，那行，那我来吧，还是。看见没？看看白球到哪儿了吗？到这儿了，这就是走位。你讲你也不懂。这球怎么打？你应该把手架高了，懂不懂？我定胜局，就这样子。哎呀，帅，装上了。大学生，你看这还打吗？
你现在后悔啊，还来得及。你说我欺负一个弱女子也不太好，是吧？你这也挂不住脸，要不然就算了吧。可以接着来。那你会输得很惨的。接着来。行，来栓子摆球。好了。让一下。下局还打吗？打呀，接着打呀。那栓子，啊，麻烦你摆个球吧。收费了啊。徐凤国先生，要不然这局你开球。啥意思呀？你瞧不起我呀？我就是想鼓励你。那行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哎，哈哈 ，yes， 一个美金。左手呢？Thank you.
结束了吗？你要是觉得不想就这么结束的话，这局可以不算，可以再来一局。我昨天晚上摔了一晚上扑克，我胳膊疼。徐凤国，其实输了呢不可笑，可笑的是你输了以后不承认。我男子汉大丈夫有啥可不承认的？我输了。好，愿赌服输。今天晚上村委会见。哎呀，我这刚擦的，你给我踩了，你怎么烦人呢你？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哎呀，今天你俩错过一场好戏。是，主任，啥好戏？说说。今天凤国和少颖在我们家门口赌台球来着。嗯，你猜咋的？咋了？少莹把凤国给赢得落花流水的啊！不，主任，你说反了吧？徐凤国的台球在咱们村呢，那是得排第一吧？对呀，我跟你说，那少莹那球打的，哎呦我天，叭叭叭，给徐凤国赢的，夸脸绿了。是吗？徐凤国脸都绿了啊！那徐凤国，那你们这笑啥呢？啊，我们正说你跟徐凤国打台球的事儿呢。不是，少主任，听主任说。你把徐凤国的脸都赢绿了，哎呀，也没太绿，真的没太绿，没太绿，谦虚吧。侄儿，哎，春来了。嗯，凤国呢？咱们回家，憋的一天没出门。我给你扫，当然不用，你忙着去吧，我来吧。哎呀，就这点呢，大热天的，忙着。这老人说呀，人郁闷的时候不能睡觉，睡觉的时候容易做噩梦。哎呀，这走走走，干啥来了？我给你送铁来了。你等着，霸阳山台球世纪大战。哎呀，我去！这咋还养着驴了呢？行了，别郁闷了。春儿，我跟你说，这回你哥可是丢大人了。以后不出门了，该。那谁让你把话说那么满呢？这整的让我教教大学生咋打球，你会输得很惨很惨的。你这家整的还让我录，我录了，都给你刻成碟了。徐凤国丢人的伟大事迹将永远载入大洋山村历史。你撇他干啥？我这整一下午呢。滚蛋啊！哎呀，我跟你说呀，你输的不屈，我都找韩向林问了，你知道你输在啥人手里头？人家那可是商贸学院三届台球冠军呢，你知道商贸学院多少人吗？5000呢。哎呀，我说嘛，我当时一看那大饭岛把右手换到了左手，我就知道，嗯，完了。大饭岛啥呀？啊，你这脑子什么脑子呀？我跟你说过了，这大饭岛能装吗？这整的也太损了。我告诉你啊，那左手和右手都会打台球的，指定特别的厉害。英国不就一个吗？奥沙利文。不认识。那啥，你也听我一句话行吗？这以后搁外头别老装，省得哥们都给你丢人了。丢个屁！搁前儿的玩儿呢！哎呀，媳妇儿啊，你要替我报仇！你咋不去上班啊？咋的，大明白把你开了呀？开玩笑，我把他给开了。还讨吧？我跟你说啊，
我就在那玩了会儿游戏，他跟我那扒着扒着扒着，哎呀，闹死我了！我跟你说，你再这么整下去，琪姐非得削死你！哎，我跟你说，你别看我姐在外边针扎的厉害啊，我要是真接，我那眼睛一瞪，双眼皮儿，他就老老实实咪咪的，他要是敢扎菜，我上去咔大嘴巴子，我就呼他。哎呀，李东，我还没发现你还有不要脸的特质呢。我就见人琪姐大耳刮呼过你，从来没见过你呼人琪姐。我那是疼媳妇儿，我跟你说，我啥意思？那凤国不来，咱就不玩了。玩啥呀？赶紧骂人呢。哎呀，骂啥人呢？一会儿还得开会呢，恢复小剧团。小剧团，我都说了，他们整不出来。哎，好漂亮的大姑娘！瞅瞅你儿子，啥见不得人的事儿啊？还怕你妈呀？给倒来，儿子，快倒过来！哎呀，妈刚才都看着了，快倒倒，叫妈再细看看。真好看，儿子，妈跟你说，只要咱看中了，咱就往上贴。俗话说得好。好女儿就怕赖汉缠，为啥呢？就是啊，你缠吧她，哎，你就熟了。不是妈，我就奇怪了，你说这女孩长大怎么变化这么大呢？我在城里遇见她，愣没认出来。女大十八变嘛，打小你和少颖吧，你俩在一块没玩过几天，那个时候你小，你也不注意人家女孩。其实少颖啊，打小长得就那么端庄，知道不？她妈更漂亮，有名大美人儿。哼，哎。你跟他妈熟啊？熟，熟的都不能再熟了。那个，妈，哎，你别擦了，来，咋的？一会儿我擦。你坐，坐，坐，坐。啊，那个小剧团呀。打住！从此以后，在你妈面前不许提小剧团这仨字儿，打死我也不去。不是妈，你这次得帮我，我让少颖，我给。我说话你听不明白啊？啊，凤国，我告诉你。以后你再在你妈面前提小剧团，别说我不认你这儿子。哎，行行行，妈，我不提了，你别生气啊。啊，对了，我刚才在院里都捡了一个盘，你看看，这是你有用的吗？哎呀，你真是我亲妈呀你！哎呦，说完了，来来来来，别坐了，别坐了，别坐了，喊大，行，喊大，凤国来了。呀，这不是徐凤国吗？天怎么这么黑呀？牛在天上飞呀，咋在天上飞呀？徐凤国在吹呀，徐凤国在吹呀，徐凤国在吹。咋的呀？愿赌服输，我自己来的。你可拉倒吧你！属燕山湖鸭子的，嘴硬。哎，凤国。怎么没把你妈接来啊？哎呀，二大爷，你可饶了我吧！别说这事儿了啊！哎，我说小颖啊，这天都可快黑了，把大伙儿都叫来，到底啥事儿啊？今天把大家叫来呢，就是想商量商量咱们小剧团往后怎么办。咱们这个小剧团吧，荒废了近20年了，也真是人齐武不齐。要排秦香莲吧，大青衣又没请来。要排花为媒，还缺小生。这老马当年是演小生的，那当年演的王子清那是真大炮。我就想吧，这个你们老的吧，总是应该教教小的，是吧？哎，娜娜，哎，爷爷，你看青衣，跟你琴姐好好学学啊。二宝呢？哎，小生，你跟你马大爷好好学学啊。老爷子啊，你说了半天又是小生又是青衣的啊，那就是光唱啊，这文武场都没有事了是不是？没有文武场那还叫戏吗？那你这乐器这东西在哪儿呢？他琪姐，
你去看看，把那东西都拿出来。啊，我拿过来了。啊，拿过来了。我已经拿过来了。哦，你看咱有。好嘞，来来来。哎，干啥呀？收了，全是鬼。收了。哎呀妈，这是什么破玩意儿，知道吧？哎，老爷子，你说这破琴它能演出吗？啊，哎，你要说能，我就参加你们小剧团；要说不能啊，我就回去啊。你这说啥话呢？那咱们不是就商量吗？这是老爷子，我不是卷你老面子，这要啥啥没有，你是商量啥呀？哎，凤果呀，啊，你要是让我商量吧，哈，我就在这儿商量，反正我给你家养牛呢，我在这商量一辈子啊。哎呀，金大爷，你呀别往我这儿推，反正我是雇你去喂牛的。那也行，老爷子，你什么时候把这乐器置办齐了，我再来啊。商量吧，你这。哎。老爷子，你这太惨了，这个我走了啊，我先走了。啊，那散了吧。你们都走啊？那个，要不我给你们来一段吧？啊，我来一个，来一个，看了啊。拉大锯，扯大锯，老家门口唱大戏，没乐器，人不齐，小剧团该怎么演戏？怎么演？回家演去。主任，啊，那个跟你商量个事儿，说吧，咱们能不能先置办几件乐器？哦，这事儿我听那个燕玲跟我说了，但是，哎呀，我现在有个问题得跟你说呀，是这样，你说咱镇上呢，让咱们搞这个畜牧小区，还有这个，设施农业建设，老百姓的积极性都特别高，但是现在这个。这个投资啊是个问题。可是主任，这个投资不应该是省里和燕都市吗？是，但是你说咱村不能干瞪着眼看着呀。你像这调整土地，咱得给人赔偿，打个井啊，拉个电呐啥的，这都得花钱。咱村可是远近闻名的小康村。小康村是不假，而且家家户户都小康了。但是咱村去年。给那个小学重新建的教学楼，然后咱们村委会又重新翻修，你像今年咱们建的养老院还有医务室，这配套的钱这花的真差不多了。是，可是主任，这买乐器其实都花不了几个钱。我跟你说，颖，这不是说钱多少的问题。你说咱要真把钱全花在这个建小学、修养老院上。那老百姓不能说啥，你说你整那吹拉弹唱的，我就怕大家有意见，真的。还以为这把人聚拢齐了，这小剧团就算恢复了。哎呀，你现在，其实你这小剧团恢不恢复啊，别人不能说你啥。你说我，哎呀，现在满脑子乱七八糟的。嗯，咋了？这镇上说要抓新的经济增长点，你没来的时候就让我往上打报告。你说咱们村现在能种的地也都种上了，能建大棚的呢也都建了，这养牛也就那么多，存栏数都满了，这两项这你说基本上就是饱和了，到哪儿整那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去？你说，哎呀，哎呀。这怎么干点什么事儿都那么难呢？颖儿啊，你呢也别太闹心了。那明白叔不是说了吗？说钱不是问题。要不这样，那个我呢找个时间我帮你催催他，行不行？哎，是家人现在也见钱不是问题，关键是人。别说几万、几十万都不在话下。你这样，少爷，你先呢团拢人，把人团拢齐了过来找我，啊，完我再找县长批点钱就完了，好不好？
行，我这儿正忙着呢，那就这样。好，叶玲啊。啊，明白叔。在那儿呢。啊。我过去。自由，燕玲啊，哎，你这样啊，挑最贵的酒给我订两箱，啊，那么多便宜的，你干啥要那老贵老贵的？这叫配套。你可得了吧，你这就是显摆。哎，玲，你这可就不懂了啊，酒那是咱孙董事长身份的象征，是吧？哎，他要喝那十几块钱的酒，咋和那些倒腾牛的大老板混呀？打麻将都不带他，对不？凤果是个明白人，什么事儿都得讲究配套，就你们玩台球都讲究，这就衣着打扮，你看你们这哪？我们这也挺好的呀，不配套。看过那排球比赛吧？丁俊晖啥打扮？马甲、领结、西裤、皮鞋，这是一套。休息的时候，一面矿泉不喝饮料，这也是一套。裁判。一面白手套，这又是一套。当然，这是外在的配套，还有内在的配套，就是不能输，要赢。